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带来了超级飞侠新款变形机器人圆圆，跟小朋友们分享哦。圆圆是一架橙色的飞机，很可爱哦，它看起来和多多很像呢。多多也是橙色的飞机，变形简单又好玩，一系列的共有八款，快来收集哦，大家一起来玩一玩。小朋友们快来看圆圆变身咯，缩短胳膊变成舱门，腿向后，翻出轮子，后面还有两个轮子，两条腿并拢，向后收纳进去。这一步和我们的小爱很像哦，小爱的腿也是这样变形的，它的螺旋桨很特别呢，哈哈，能360度旋转，白色的小螺旋桨能转动。把螺旋桨这样放平，圆圆滑翔机模式完成了，三个轮子，可以滑翔的圆圆哦，把它逆操作就能变成机器人了。前面的轮子先装进去，腿放下来，后面的轮子装进去，腿打开，哇哦，圆圆机器人模式完成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还收集了琪琪，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见到你们我很开心。和朗朗，嗨，小朋友们，我是一辆变形工程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谁呀？我们收集了一系列的新款超级飞侠玩具，等着小朋友们来分享哦。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哦，拜拜。